啊，大家来看女权之声吗？不是，要看另外一个名字，无惧年代。与其讲这是利用女性争取她们权利的电影，不如是所有为了理想，你能够坚持到什么地步，你可以放弃多少东西，你可以承受多少苦难，来达到你要争取到的那个公益。所以其实不必多说，你看看他们三人的脸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电影是绝对值得一看的。我在这边推荐大家赶快来看《无惧年代》。